很多人都看过的电影哈，叫做《辛德勒名单》。各位，这个辛德勒哈，这个我告诉各位，有一次我在生活里面哈，我看到我会会心一笑。你注意看看哈，我家就住台中市哈，其实跟家乐福很近。啊，每次去家乐福哈，坐那个电梯就看到辛德勒，啊，就是应该这个电梯是德国制的啦，还写德文嘛。你们大家有空可以注意一下，叫辛德勒。辛德勒名单啊、哦，这大家都知道。那这边一个曲子哈、哦，大家要稍微沉静下来听，非常感人的，有弦乐拉出来的拉柔弦乐，这边一直在敲你的心房，哦，是很感人的哈、哦。那我们就不多说，我们就沉浸在音乐之中。那我跟各位讲的，你们用各种方式来领略都可以，静静的听，还是像我这样融入，要稍微舞动你的肢体都可以的，好、哦、啊，不要客气，要起来。也可以，要坐着也可以，我们就静下心来听这首编曲编得很好听的。跟各位报告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弦乐四重奏的版本，所以我们的弦乐四重奏的辛德勒名单献给我们在座的各位。